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2月26日 ,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，火箭客场挑战魔术。此役火箭反客为主，取得17-3的梦幻开局。魔术次节净胜13分，反超比分，并在末节伊始一度取得9分优势。决胜时刻，吉利奥基基连续送上关键球，帮助魔术以19-111复仇火箭，终结4连败的同时送给对手8连败。本场数据，火箭格林23分5板4段，伍德21分11板13罚3中，戈登15分，马修斯13分，泰特13分5板6助2段，施罗德10分6助魔术，奥基基26分9板4助3段得分，创生涯新高。小卡特24分12板，科尔安东尼14分5板6助2段，小雅格纳13分8板3助，哈里斯12分，哈普顿11分5板4助2，帽特伦斯罗斯10分6板。本场之星骑兵创新高，助魔术复仇，此役吉利奥基基创造生涯新高。他在末节连续送上关键球，凭借13投9中的逆天效率，他帮助魔术实现复仇。比赛花絮，扣篮大赛，美国引格林预格扣班巴遭犯规，本场高光巧妙内传内，巴巴格扣戈登自抛自扣，致敬麦蒂萨格斯点燃主场战斧劈扣，格林快攻起飞，一抢三送暴扣，卡特制霸篮下流畅转换，小瓦格纳送暴扣突破暴扣，小马丁一飞冲天。比赛回顾，首节比赛泰特三分先拔头筹，班巴暴扣得手，伍德2罚1中，由强攻打成，随后小波特送上三分，格林2罚1中，泰特暴扣得手，格林再送车补三分，火箭15-2梦幻开局。安东尼罚球止血，戈登上篮打成，火箭领先14分。魔术轰出一波7-0止血，泰特拉杠命中，哈普顿送上三分，小波特回敬三分，安东尼远投也中，随后格林也送三分，火箭27-17领先。魔术打成2+1，轰出一波8-2，迫近到4分差距。神经篮下止血，随后奥基基二次吉弄个打成，施罗德造成班巴干扰球，火箭33-27领先进入次节。次节伊始，罗斯跳投命中，小马丁突破打成，奥基基送上三分，马修斯回敬远投，罗斯连取四分，魔术追至38-40。随后火箭连续5分拉开分差，安东尼三分回血，泰特勾手命中，魔术连续命中3记罚球，格林送暴扣，小瓦格纳三分命中，卡特2罚全中，魔术追至49-0。奥基基三分反超，小瓦格纳送暴扣，随后卡特再送空接暴扣，魔术58-51反超进入下半场。异地再战，泰特突破抛投命中，卡特送上三分，格林上篮打成，卡特送上补篮，戈登命中三分，火箭追至58-64。伍德三分继续命中，安东尼补篮得手，又上篮命中，魔术70-63打停对手。伍德三分止血，小瓦格纳2罚1中，火箭66-71落后。随后他们突然发力，轰出一波8-0反超三分，魔术回敬一波9-0，建立80-74的优势。马修斯空切打成2+1，哈普顿2罚1中，施罗德送上跳投，小马丁劈扣得手，奥基基送上三分，魔术86-83领先进入末节。末节决战，施罗德打板命中，班巴送劈扣，神经篮下命中，随后马修斯和奥基基对标三分，魔术93-90领先。汉普顿2罚全中，罗斯抛投得手，格林三分止血，魔术连续5分，建立102-93的优势。申京2罚全中止血，小卡特送暴扣，格林连续取分，火箭轰出一波6-0，追至3分差距。伍德2罚1中，奥基基上篮打成，魔术106-102领先。奥基基高难度跳投命中，戈登回敬抛投，随后奥基基三分再中，随后格林回敬三分，火箭追至107-115，但无奈时间所剩无几，火箭最终不敌对手。双方首发火箭小凯文波特、杰伦格林、埃里克戈登、泰特、伍德魔术、萨格斯、科尔安东尼、小瓦格纳、温德尔卡特、班巴、